好，每次一下来就忘了干嘛。然后有小巧客说，我们这个底下可以找骷髅的什么？骷髅的骷髅头颅旁边的柱子有骷髅头颅，往下挖有惊喜。骷髅头颅它会放一个头颅上去吗？旁边的柱子好像没看到哎、欸。北方、西方、南方会在哪里呢？会在哪呢？然后我们继续嘛，继续刷，还有一点等级。还是我直接去弄一些等级再来，反正盖了老半天，盖了老半天还是要那么高，气死！嘿咻！啊！七次了，七起来，七次代表什么？来七等，七等来，再来找，可以的。耐久。来吧，我把用完。怎么会这么难啊？没有理由这么难吧？这件事情是有这么难的吗？大家，这件事情是这么的做不到的事吗？不过就是个掠夺三，他付出来的几率难道快哭出来、欸？也不是付出来，看到的几率难道快哭出来、欸？太扯了吧！太扯了吧，大家！这是对的吗？这是合理的吗？掠夺真的蛮难出，几次才可以出来？还是就真的我们只能三十等直接去刷？我真的感觉就是好像不太对，哎，泪流满面。然后金剑刷出来了，略，锋利士都来了，还是说 Plan B 我们附个略锋利士的金剑，用金剑然后去拼掠夺，有没有可能？会不会比较容易？我们这已经刷太多了，刷不出来，大家觉得嘞？附一堆锋利，因为锋利士的金剑不是比较有机会有金属性的，比较会有机会有附加好多的。铁剑附还是金剑附？可以踹踹，拼了，好。
在外面的不也是？不然我们这里的那个都要被我们掏空了，对不对？我的天，金剑附加属性很好，好，而且我们来这里好不好？也要干嘛？采集羊毛，每一个羊毛跟木头就可以变成床，就可以到地狱去，砰砰砰！不过这也是一个苦差事啊。感觉下一次我们再来把那个床给用好了，今天就弄这一小部分，并要把这整片拆了，应该也是一个长时间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先拼个掠夺，没掠夺三，我就回身。有安呢、欸，我们那时候有安吗？是好像没安。哎、欸，两次了，你好了啦！开箱关箱，我的天！我想说，我根本不怕，结果没事，两次而已，好吧，两次 ，no 怕怕。安全的。看太久，开箱一次，关箱一次，啊，中计了。哎，回声碎片也不能干嘛？我原本想说，哎、欸，是不是紫水晶？啊，不是。猜错咯，只是来晃点你的，恭喜两次，对，有安赤足兽可以骑，哇，不过我们这边也真的是吃了好多咯。剩下的感觉也不太多了。没事，我们的锄头还有很多吧。哎，哪样呢？三次啊，三次还没事齁，第四次才起来。没问题，会加油啊！赤足兽之前早啊没有看到，所以想说再看看。啊！连续喷嚏。不敢去那个大地方啦，我们在这个小地方好不好？挖挖就好。我有小小哥说骷髅的。连续小喷嚏，骷髅的那我都没看到哎、欸。等一下可以再找找，现在再触发一次我们就完蛋了。哎呦，哎呦，
不是钻石好朋友吗？钻石好朋友，幸运三，我们之前一直都是二二二，你今天只来一是怎样？完了，哎，我觉得我今天没有运呢。我们那三十等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大家听我说，我们今天运气一直很差。为什么？就为了那一把锋利式金剑，它会有耐久三、掠夺三、燃烧三。可以的，加油！看到那一颗真的是崩溃。有梦最美。哎，这三十等几乎要最后了耶，我们要掏空了。对不对？把这里几乎都要掏空了，不知道还以为我们在干嘛，挖荧光石。四十四分钟，十一次喷嚏，库工塔的经验好累哦。那现在我们这也蛮累的啊，就是已经来到了一个。需要高空作业，确实也是一点累。我们底下有很多经验，等一下下去吸一吸，不得了，开吸哦。哎，我们居然把刚刚做的锄头全部都除光了，我们也是很除呢，我们，哇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持续除下去。啊，其他懒得弄了，下去吸一吸经验。肯定非凡的，肥滋滋的，肥美的，通通来吧！这里不能靠太久，不然到时候又被那个又被缓速。哈哈，我以为肥美的，原来我都吸得很干净了。零零散散，二十五等。我的天，哇，太多太多，怎么办？我们真的是差不多掏空这里了，哦，但没关系，每一次就是在老打们。